呢几日天气真系好冻啊！天文台更加喺礼拜五录得市区最低气温系8.6度，系今个世纪最冻嘅冬至。喺礼拜六嘅朝早，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都降到8度或者以下，而喺大帽山嘅监测站喺朝早8点更加录得-0.6度。天文台就话未来几日会继续冻。嗱，如果睇翻咧嚟緊平安夜同埋聖誕節咧，我哋繼續咧會受到咧冬季季候風嘅影響，咁天氣咧就係持續咁樣寒冷噶。咁去到下個禮拜初咧，天色咧就會漸轉明朗，咁而去到下個禮拜嘅中期咧，氣温咧就會逐漸咁樣回升噶啦。咁提翻大家咧，天氣凍咧會有啲聖誕氣氛啦，不過都要多啲關心咧身邊長者同埋朋友嘅健康啦。